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啊！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身体有点吃不消了。前两天导演组问我，他说：“小北，你是不是创子力枯竭了？”我说：“创子力还好，我感觉我阳寿快到了。”真的太累了，你知道吗？真的不能再搞笑了，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然后一会儿你们笑的时候就大声点啊！我想风风光光的走。啊，真是太累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我就说小北，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因为在我印象里，能成大事那种人都是每天精力非常充沛的人，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走，我来了，都这种，你知道吧？说我每天早上起床什么样子吧？我每天早上起床就又来了，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知道吧？有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下击中了我。那个新闻写，搜狐的张朝阳每天只需要睡4个小时，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我要睡得饱饱的。你知道4个小时什么概念吗？我看了我的手机，我手机显示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是4.5小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你知道，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我躺在床上，我说小张啊，我一会准备玩会手机啊，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觉睡了吧。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我去看医生，我说医生看看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天天这么累。医生号了有脉，说小伙子啊，你不会死，你不要紧张，你就是普通的肾亏。我说大夫，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你知道，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 idol。听我解释啊，为什么适合？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基本能拒绝所有诱惑了。我都能想象到，假如天我在大街上走，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过来说：“哥哥，我们谈恋爱吧。”我说：“哥哥呀，没有这个经历。”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更爱活着。啊，不说了，哥哥走了，拜拜。好了，别追了。哥哥跑不动了。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运动叫做飞盘吗？啊，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狗玩的。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已经满足不了人了，你知道吧？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我还不太懂，我还特意借了条狗，到了操场之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我还跟那个边牧说呢，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知道吧？我贼累，那狗贼无聊，你知道吗？然后那天杨门也在，杨门欠儿能跟我过来说，小北玩狗有啥意思，玩狗不如当狗。说完之后杨门追着飞盘就出去了，你知道吧？我给你解释一下飞盘这个运动啊，其实很简单。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对几个人，然后来回扔飞盘达阵得分啊。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然后大家都跟狗玩，但是没有狗，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你知道吗？当时我还不会玩，然后我在那儿有点局促，我就说，哎呀，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啊？然后有个人过来说，他说，小北你不要着急啊，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你知道吧？然后他拿着一摞飞盘，我们排成一个队，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跑，然后你知道吗？我当时还笑话呢，我说这也太可笑了，到我这儿我唰一下就出去了，你知道吧？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我脑海中出现3个字，用嘴叼。然后最后训练完之后，教练说，哎呀，这个我们排成2个队吧，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你知道吗？我下意识这样举了起来，你知道吗？我当时就特别怕那个教练突然说坐，我心想，教练你不会叫我巴甫洛夫吧？而且里面的人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你知道吗？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然后身体非常健硕，然后争强好胜，那种感觉吧，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但他们特别像 Rock 呼兰的串儿。
我刚写出来跟你们笑的一样开心。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没想到。然后我当时还问教练，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他说三分练，七分喝。我说喝？他说对呀、啊，喝经典有机 A2 纯牛奶，每百毫升有3.8克原生乳蛋白，高营养更亲和，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然后当时我就说，我那三分练是啥呀？他说，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经典有机奶，他说小北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他说跑，让我去。好，谢谢小北，谢谢。别再说我是冠军。大家好，我是莫恩。冠军加油。还冠军。你们要是看了节目的话，你就知道我这一季的表现那是信心满满，然后苟延残喘，一直撑到现在。然后网上还有这些人专门过来说我，说你吐槽你女朋友让我很不舒服。我听了真的我很难过，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说我不想在段子里面提你了，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我女朋友就问谁呀、啊？你前女友吗？我女朋友就这么有逻辑，而且她还特别爱干净，你知道吗？跟她在一起压力很大，就是只要我每次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她就一定会出现在我和电视之间拖地。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说，我说你挡住我看电视了行不行？然后这个时候电视里突然开始放了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广告词和我女朋友的背影给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磁场压制着我。我当时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就是我女朋友的背影在这样，然后公益广告在放，你以为现世安好，其实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我还看什么电视，我干活去吧。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干什么活啊，因为我觉得我家里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干净。最后没有办法，我给自己洗了个澡。我一边洗我一边，我原来这个家最脏的东西就是你。因为我是那种不爱收拾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家就是放松的地方嘛，我越在家人面前我才应该越乱呀，就是乱世佳人嘛，就表示支持。好的，但是我女朋友她有很多规矩。有一天我都睡着了，她突然就把我被子掀起来了。我说怎么了？她说被子盖反了。我说被子这玩意儿有正反吗？被子我觉得这辈子盖反只有一种可能情况，就是这个被子呀它本来是这样盖的，对吧？但是有个人说，哎，我要这样盖的，这才叫被子盖反了。然后不管是谁来了，一定要把外面的衣服换成家里面的衣服才能进，不管是谁。我甚至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即使来了个贼，我女朋友会很淡定地说，来来来来，把外面的衣服换了再偷，来把外面的衣服换了再偷，行行，来偷吧偷吧偷吧，哎，你偷的时候注意点，别乱翻啊，我们家被子有正反啊。我真的快被逼疯了，只有她出差不在的时候我才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为所欲为，知道吗？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鸠占鸠巢。然后我一回家之后，我看见那一排排整齐的鞋，我就来气，我就上去叫，就你们爱排队是吧？我就穿着我的外套进卧室，然后一边进一边安慰我的外套，我说放心吧，今天我女朋友不在家，是吧？然后那个浴室对我来说都不是浴室，它就是个水帘洞。我洗澡的时候，我像一个褪了毛的大猩猩一样，知道吗？洗完我都不擦，我就冲到客厅里面，我一边冲一边叫，呜啦啦啦啦啦啦。但是每一次。一收到他要出差结束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绝望。我当时心想，完了，文明的藩篱回来了。真的朋友们，爱情里面真的没有王子和白雪公主，永远都是鲁滨逊和星期五。
我今年本来不打算回他家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刷机票，发现了就过年的时候，回内蒙的机票只要98块钱，我就买了一个机票准备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又一次吃了一个占便宜的亏，就是我过去值机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只要加20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升舱。我心想298也不贵啊，我就升了一个舱。我升了舱之后才发现，我升的那个舱它不叫头等舱，它叫经济头等舱，它就是把经济舱前两排扔个破帘子隔开了，你知道吗？就在我们北方有一种偷东西的手法叫撩帘杀，什么意思呢？北方冬天很冷，然后那个商场会盖一个大帘子，我们进的时候这么一进，小偷就从这样把钱包偷走了。哦，哎，你看，你学会了吗？你是谁？我觉得那个经济头等舱就是一个高端版的空中撩帘杀。那个空姐把这个帘一些撩，我那200块钱就没有了。而且我是那趟航班唯一一个经济头等舱的乘客，空姐看见我都有点惊呆了嘛。她说：“您是这个经济头等舱乘？”我说：“对啊，怎么了？”她说：“没事。”然后那个服务也特别的敷衍，他就是先站在我这块儿，然后向所有经济舱的乘客说一遍安全须知，说完之后，他蹲下来再跟我说一遍。这样子，在后面的人看起来，就前面不仅有个傻子，他的耳朵还不太好。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的航线他居然也卖东西，他卖的是一个飞机模型，然后就在那叭叭叭在那推销，然后根本没有人买，谁会买那个破玩意儿呀？然后他蹲了下来。你们知道，当一个人蹲下来给你推销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拒绝。我说你这玩意儿多少钱呀？他说298。我买了一个，然后我为了防止自己花钱，我想赶紧睡觉。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联航的座椅就这样睡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我两边没有人呀，我就把这个靠椅扶上来，扶上来之后我就这样的这么的这样睡觉，那一觉睡得真的非常的舒服。当我醒来的时候，三条座椅的安全带全都绑在了我的身上。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经济舱的乘客正在通过我下飞机。然后我就特别狼狈的去我女朋友家了，去了之后，然后他看见我那么脏，他就特别生气。他说：“你就这样就来我们家了，你好意思吗？而且我的天哪，就平时来也就算了，大过年的你就空手来吗？”我说：“没有，我给叔叔带了一个飞机模型呀。”然后拜年的时候，我就说：“叔叔，祝新的一年，咱们家。”只有冬夏，再无春秋。你们知道，叔叔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你吐槽你女朋友让我很不舒服。”对不起，爸爸们，谢谢大家，我是蒙恩。我是串儿。我去，我说是小北好笑，不是我好笑吗？节目播出，受到很多人有反馈说呼兰有文化。哪有啥文化？我跟你讲，啥叫有文化？同学聚会，人都是我在清华研究量子。我说我在效果研究段子。您说我们导师会的特别多，我说我们导师会拍灯。我们导师不光会拍灯，要是拍的不好还会挨骂呢。其实我们去想所谓的学霸学渣，其实学渣都挺阳光的，学霸有的时候反而挺阴暗的。你看学霸有什么行为？考试还剩5分钟提前交卷，你就不能再待5分钟吗？学渣提前交那是吹响回家的号角，
学霸体验教卷那是杀人诛心，我本来就没剩几分钟了，我看你交卷又耽误了一分钟。你们看学霸还有什么行为？考试开始十分钟，他开始就老师第十题好像少了个条件。老师赶紧看哦，第十题果然少了个条件。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第十题少了个条件，剩下全班同学都发出啊的这个声音。一问同学啊，怎么做的这么快呀？说同学啊，少了个条件，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一考完试，学霸还特别喜欢一起对答案，选 B 选 C 吵起来了。学渣快乐多了，最后题我没做，哎，我也没做，咱一样。我之前在美国读书，我就是学渣，真的。期中考试满分100分，我考5分。我跟我妈说考5分，我妈以为我又考雅思了呢。就我这个成绩，美国同学可喜欢跟我玩了。他们觉得，哎，这个中国人挺不一样的。都说光看成绩还以为你是美国人呢。就看我考5分，我答了2个多小时，题我都看不明白，我写的满满当当的。反正我的理念就是，你让我看不懂，我也让你看不懂。卷子发下来，还有那种中国同学会问那种只有女朋友才会问的问题，他说你错哪儿了？给我吓得，我看卷子，我说我哪儿都错了呀。而且题出这么难，是因为班级里面有数学大神，出的难是为了区分他们的，结果他们没考住，我考了5分。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而且跟我玩的特别好的美国同学，他考0分。我一般是个位数，期中期末5分7分，他是0分1分。就我这个分数，人家第一反应是你们这个满分是几分啊？他那个分数，人家反应是你这个分数是不是二进制的呀？就我俩这样。还去图书馆通宵去备考呢。我俩从行为上叫用功，从物理上叫无用功。同学都不理解我们在这积极个啥劲儿，他们说我俩人菜瘾大。也不怪他们，学霸去图书馆天经地义，学渣去图书馆你最后考那么几分，我还得解释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说实话，我俩在图书馆其实真没学啥，就是骗自己我已经尽力了，跟过年熬夜是一样，都是走个形式。我俩都不是在图书馆里通宵，我俩就是在图书馆里面守岁，祈求吉祥好运。我那个美国同学学着学着打瞌睡了，我说这么快就拜起来了，最后摇着光一个头磕桌上了，把自己磕醒了。我说我也不了解你们这边的风俗，反正我们这边的神仙应该是已经收到了。我是咋认识这个美国同学的呢？就是学渣之间是互相有雷达的。就第一堂课上课的时候，我环顾四周，我就知道他也没听懂。我环顾四周，感觉你也没听懂。因为其他同学都是时而皱眉，时而点头，只有他是一副对知识刀枪不入的表情，大义凛然的，就像那个去了女儿国的唐僧，不学，贫僧不学。其实对我这种留学生还好，想听不懂是可以听不懂的。就给我美国同学太难受了，全都听得懂了，又啥都听不懂。学着学着又这样，别的不说，我很佩服他这种对数学这份虔诚。最后说到最后，真的是，其实他们最后让我们顺利毕业的。学校说这种人不让毕业，留着在图书馆过年啊。我今天啊讲这个我是学渣的故事，就是现在会听人说什么呼兰学霸有文化，我怕我听着听着自己就信了。我不是啥学霸，对吧？我充其量最多做就是毕业之后没有放弃学习。谢谢大家，我是呼兰。
大家好，我是杨丽。开心哈，我最近有点不开心，你知道吧？因为最近真的，最近老有人说我说的不是脱口秀，我就说你太生气了，你说我不好笑就不好笑，你为啥老说我说不是脱口秀啊？直到前几期有一个目光特别炯炯的领笑员静姐啊，终于替我证明了。她说杨丽让我陷入了思考，脱口秀一定要好笑吗？当时我就被他问住了，我特别想顺着他说一句不用啊。说对啊，脱口秀为什么一定要好笑？不要被规则限制住，你知道吗？就好像结婚一定要是两个人吗？一个人就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吗？再比如说脱口秀大王一定得是第一名吗？可以是最红的那个呀，对吧？就是，你知道，思路打开，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真的。歌手唱歌一定要好听吗？舞者舞姿一定要优美吗？主持人一定要拥有控场的能力吗？我是说李诞的主持太差了。对，就是说我说的不是脱口秀，那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才是脱口秀。我就看了一下其他这些选手的表演，真的都太厉害了，就是他们有各种那种惟妙惟肖的表演肢体，有的还有口技，你知道吧？最厉害的就是徐志胜，他就这样轻轻一捋他的秀发，大家就说就是脱口秀了，说这个脱口秀也太好笑了。但是我想说，那我是差哪儿了啊？秀发吗？果然是脱口秀。智胜，你知道，智胜就是我到现在还依然在努力的原因，真的，真的。因为我这一季本来就想随便比比，我也不想拿大王。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网上一个评论说听说谁拿了大王就要和丽姐炒 CP。他说好希望徐志胜。自救是吧？对。那大王，我当时不夸张说一身冷汗。我真的那些做梦我都经常惊醒说不行，我要拿大王。那你说这要是被那贼人拿了去。没人没有。所以我从因为他我写稿都变得特别认真，智胜人也特别好，在公司写着稿，他推门就进来说姐咱们啊就要再见。我说好了，你不要再威胁我了好吗？姐现在已经很努力了，姐现在都有点绝望了。这都不是口音，这已经属于口技了，你知道吧？绝，算了，就这样吧。反正我怎么努力讲的也不是脱口秀，我也不讲了。这会儿我演出还有5分钟，大家就这样等一会儿就录完了。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还是得讲。我失恋的时候就是像现在这种状态，然后就是。哎，不想活了，又被男朋友抛弃了，挣这么多钱，现在只能一个人花。看个电影吧，找个浪漫一点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看看有情人是怎么被迫分开的。这个就是我对泰坦尼克号的理解，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又年轻又帅气又有才华又遇到了爱的人，而且这个爱的人又正好爱你，你就会没有好下场。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有那个有钱的女人 like me。 我
对电影的理解就是这么准确，就像有的网友对脱口秀的理解啊，就是这个工作我虽然一天没干过，但我就是懂。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嘛。沉船那天晚上，然后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就呼呼，口技来了来了，下大雨，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风雨交加，呼哗。什么玩意儿？呼哗呼哗呼哗。一段真正的脱口秀送给大家。好了，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招人喜欢，嗯，现在有点不明显了。小时候还行，都是由于我的工作，你知道吧？前两天我去玩一个密室，然后那个 NPC 他手里有一把钥匙，他就说：“来，小妹妹，你说点好听的，说点好听的，哥哥就把钥匙给你。”我说：“那哥哥，你算是找对人了。”妹妹，我最擅长的就是说好听的话，你真的是很天真啊，男人。真的就是都是工作使然，然后自从我说了这个以后，我现在生活中遇到的男的都特别尊重我，但是都不喜欢我。男的好像很难同时做到两件事，你知道吧？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男生，我觉得我俩聊得挺好的，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他说你别乱说，我很尊重你的。我说那要不你试着不尊重我一下，你冒犯我一下。他说那我就直说了，我并不喜欢你。我说你给我放尊重一点。吓得你知道吗？哇就哭了，那眼泪流的哗哗哗哗哗。感谢大家，我是杨丽。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我平时呢经常坐飞机去各地演出啊，然后我就特别讨厌坐摆渡车，因为我花的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全程的机票钱，我应该全程在飞机上，结果你把其中一段给我换成了公交，啊，你开的时间短也就罢了，有的时候那个摆渡车开的时间特别长，在机场里绕来绕去，每次都让你误以为面前这架飞机是你的，对吧？每次都是啊，这个是我的吗？哎，不是啊，哎，这个也不是，哎，这个。就一车人在机场里跟个回转寿司一样。我有的时候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们坐哪架飞机还没有定下来，是摆渡车司机带着我们现敲啊，这个不错，这个下去吧，这个挺大的，这个哈。上了飞机我也难受，因为我这个身高的人，我特别害怕前面的人调座椅靠背。有的人是这样，他调的时候呀毫无顾忌，就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咔一步到位，那个驾驶就像要躺在我腿上一样。每当这个时候呢，我的手都不由自主地伸到他头上，哥这个力度还可以吗？这个地方加点劲儿呢，这块加点劲儿。你最起码能不能假装在意一下后面人的感受啊？虚伪一点。我每次都是一边缓缓往后靠呢，一边不时回头看两眼。其实你说看两眼一点用都没有，我就是给后面打个招呼啊，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关键有的人他是在飞机起飞之前调，空姐一过来检查呢他就调直，空姐刚一走咔又调回去了，就跟上学的时候躲班主任一样。看来以后飞机起飞前呢，空姐不能全在客舱里，还得留一个在外面扒窗户啊。
还有我这个身高的人经常在飞机上帮人放行李，可以无所谓，我挺愿意的。只不过有些人他想让我帮他放行李呢，他不直接跟我说，他会在我面前试，直到我看不下去为止。行李架在这儿，我脑袋在这儿，他端这个箱子奔着我脑袋就过来了，你知道吗？感觉要么你帮我，要么我怼死你，是吧？我有的时候帮忙都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自保。确实有的时候那个箱子呀很小，但是它很沉，特别沉，特别能装，但那也没有我能装啊。因为一般我都会说，我说没事你别伸手啊，我来，你放那儿是吧？哎，好，给你放那边了，箱子放那边了。他说啊，我以为你要放那边的，我说我也以为呢。还有在飞机上最激动的时候就是空姐发餐，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个飞机餐在平时我都不稀罕吃，但是到了飞机上啊，我如此的渴望它。那个空姐推着小车从帘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开始悸动了。距离我还有两排，小桌板已经放下来了，脑子里一遍遍台词都过好了，肌肉的谢谢，肌肉的谢谢。什么时候这个激动到了顶峰，就是等空姐到我旁边开始给过道另一侧的人发餐的时候。哎呀，那种激动的心情怎么形容呢？啊，你们给两条狗喂过食吗？你们但凡给两条狗喂过食都知道，当你喂其中一条的时候，另一条在旁边快了快了，到我了，下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的注意力都在旁边，马上到我了，给最边上人发餐了，啊，三二一啊，肌肉的谢谢。哦，先问他是吗？不好意思。还有我发现现在飞机上啊，那个安全演示片啊，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的，但是没有人看，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个片子里啊没有任何的危机感，反而是充满了一种轻松的情绪。比如这个空姐给你演示怎么给救生衣充气啊，全程微笑。这哪是给救生衣充气啊，这感觉就是坠毁前喝了一口奶茶。哎呀，要死了，是吧？这么重要的视频啊，我觉得一定要抓人眼球。怎么抓人眼球？很简单，你就跟脱口秀大会学。比如你就拍一架飞机迫降到了海上，但是每两个乘客只有一个救生衣，他们需要一对一 battle 啊，赢了的人呢才有机会活到下一轮，当然输了的也不一定全都死定了啊，还可以争几个复活的名额。没有争到复活名额的可能就很生气，就质问机长怎么开的飞机，为啥迫降，然后机长出来拿着把吉他啊，女士们先生们，飞机之所以迫降是因为我不想上班。我不想开飞机。你带眼说了别换一出溜，乘客也懵了，这是为啥呀？然后旁边出来个空姐，因为乘客都是垃圾。这个视频放出来大家肯定都看得津津有味，哇，这个机长跟空姐太好磕了吧。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为什么要接在他后面？